Today we are going to do some sensory activities with Mars, 火星. Also, we will do an art project with Mars. 我们需要的材料有什么呢？有纸盘子、塑料袋、橙色、红色的纸、红色的染料、橙色的染料、胶水、剃须刀、橡皮泥、红色的橡皮泥、橙色的橡皮泥。好啦，我们开始吧。首先我们做第一个活动，我们把我们的剃须膏摇一下，摇一摇。好啦，我们把它喷到盘子上。好啦，然后我们倒一点红色的染料。然后再倒一点橙色的染料，Make sure we do this part for our child because it is a chemical. 然后呢，我们把它们放到袋子里，然后把它密封好。然后我们给小朋友，我们可以让小朋友摸一下盘子的表面，然后把这红色和黄色，红色和橙色的染料混合在一起。好啦，第二个活动我们可以用橡皮泥，我们有红色和橙色的橡皮泥。我们把它们捏捏捏，然后我们把它们混合在一起，用手把它们混合在一起，然后揉成一个球。好啦，像不像我们的火星？红色、橙色。好了，下一步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纸，红色、橙色，然后我们把它们撕成碎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好啦，我们可以把碎片用胶水贴到盘子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好啦，非常简单。我们的火星就做好啦，有橙色 ，oops， 有红色。好啦，今天的活动就结束啦，大家再见。